一口一下。它的肉多太好了，我们边上有医院，我看了，它就是小碗菜，搭配的还挺不错的。刚找到一家猪脚饭，猪脚饭还没开。小鸡腿儿。妈妈，我也想吃鸡腿。嗯。你看辣不辣啊？嗯。别弄衣服上啊。嗯。不辣。我不辣。哎，这个茄子，这个肉，还有一个这个。你看太香了，这个十六，这个也十六，但是味道很好。妈妈，嗯，你喂我一个尝试呗。你想哪个？尝。你别吃肠，你把鸡腿吃了。妈妈，我自己吃吧。嗯。这样，咬紧。嗯。哎呦，那包有点长菜了。这茄子好吃。这茄子好吃，嗯，这个好吃，嗯，来块肉啊，嗯，这个肉底下放个花生，味儿太好了，这个炖肉里边放花生，好吃。